一口米粉这样冲，一到三天时少水一勺米粉，水温控制在50度到70度，然后把米粉均匀的撒在上面，静置30秒，同一方向搅拌。炒米汤要先让宝宝肠胃适应。第4到7天8勺水1勺米粉，从稀到稠。第8到16天6勺水1勺米粉，浓度再次增加，宝宝肠胃慢慢适应。第17到30天5勺水1勺米粉，宝宝初天辅食遵循由少到多、由稀到稠的原则。